我是 DY 哥，我是 DY 妹，欢迎来看 DY 秀。我们今天要开箱的是这些，有这些，这个是音乐棒棒糖，就是这样看你，就是吃进嘴里面的时候，这种你听得到这些音乐。然后呢，我这个是柠檬口味，然后呢，我这个是芒果跟水蜜桃。对，那你们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吗？会有音乐。你的是 melody， 来，等一下给大家看一下 melody。另外妹，你的嘞？给大家看一下音乐。你的是什么歌曲串烧？就是很多流行歌，很多好听的歌。然后谁要先？先看一下这个。好，DY妹，我们先看 DY 哥。先看，等一下轮流。像一个棒棒糖一样。嗯，哦。然后呢？偷开，看我的。啊，没有，先给哥哥看。打开后。好，试试看。是有盖子吗？没有，尝了两秒。对，然后。然后呢？要放到口中。嗯。然后再按一下，是开关或是继续播放。嗯。然后按两下就是结束播放。好，我现在。这么简单哦。对。好。音乐没有，他好像是不是还要再按一次？长按两秒打开开关，你开了吗？开了吗？可以。将棒棒糖放。我听得到哎。知道。它柠檬口味，然后音就有一点那个声音会听不清楚。哎，然后。这样。好，然后呢，就是那个，就是会听不清楚他在唱什么东西。真的吗？但真的很不清楚。好，那我们 DY 妹试试看，好像很不一样哦。听说好像要清楚，要这样，把两耳朵塞住。哦。你按 play， 好啊，这样。萌萌的，那你都不住。要把它吃掉。没有，把这个塞进去。很清楚，很清楚啊！哎，我也想试哎。不然这是我的。好听吗？帮我开关。真的有啊。妈妈，你可以帮我开吗？哎，DY哥，你帮妹妹好不好？我不知道怎么操作，你帮她怎么弄？啊。play 了吗？有吗？嗯。为什么我都听不到？我快笑出来了。我都听不到啊。我只知道这个棒棒糖很大。这样有吗？哎呦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刚刚给你。哎，会有风哎，哎哎，给我，我想听一下那个是什么音乐，然后再来听，挺好听的这个音乐，是吗？我没。好像猫咪的歌哎。我们一起学猫叫。不是。哎，可是我在外面听不出是什么音乐，来给我看。我在外面听不到哎。那我们来做动。不一样的，对不对？对，那我们来做。我听很清楚啊。不是，可是你听得清楚是什么音乐吗？嗯，是我的。这才是你的。嗯。听很清楚啊。嗯，那这样呢？这样会更清楚。我好想知道是什么音乐，可我不想，可我要吃你们的口水。真的，我没有骗你啊！真的，我可以唱给你。好，来开始，里面是什么？来哼给我听。
好，合影一下。什么啊？有唱有中文字吗？是中文字还是只有音乐？只有音乐。有人唱歌吗？有啊，我有是有人唱的、哦。我只是唱旋律而已。Later， 弟外妹，那我们已经吃完棒棒糖了，你觉得这个音乐棒棒糖怎么样？他的音乐都很好听，我的这个很好听。那你现在在做什么？我在听他的音乐啊。对啊，我刚刚突然想到，可以把这个他的棒棒糖吃完后，就可以当成耳机在旁边听，这样也可以吗？弟外妹，这样也可以吗？这样可以听到。好，那请问一下你们，这样也可以听到。如果有兴趣的小朋友或大人，你们会推荐他买来试试看吗？会啊，会啊。有可能会蛮酷的，可是我妈妈不会，真的、哦，这蛮酷的、啊。好，那另外一个你推荐这个柠檬口味比较好吃的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柠檬很好。是不是？那你的呢？你的是？我的很好吃啊。水蜜桃哦。对啊，然后它就是那个音乐超好听，它第一个音乐很好听。啊，水蜜桃口味好不好吃？好吃。不好吃。不好吃哦。但音乐很好听。好 ，DY 爸也觉得这个芒果的好像也还好，所以如果要买的话，可以买柠檬口味的。那这个，对不对？好，好，跟大家。但是如果喜欢粉色的话，也可以买这个。好啊，跟大家说拜拜。喜欢粉色的话，可以买这个。好，拜拜。我是 DY 妹，DY 妹，这是什么啦？